苗侨伟有意筹备《使徒行者》电影版，早前就公开咗会搞高球生意嘅三哥苗侨伟，呢日就以代言人身份出席室内高球场嘅旗舰店开幕。讲到无线剧集《使徒行者》近期 hit 到爆，三哥都话好想筹备开拍电影版啊！我自己想是想開個電影版的，就算公司不開我都在這裡，我都會公司不開你自己開，公司不開我都會自己會籌備這個電影版，即是我覺得可以有個故事可以延續。但是《使徒行者》題材這麼敏感，其中黑警這個題材還有傳為了要打入內地市場而被禁片，所以這個是一個創作的問題，即是你就算我們說要自己要開戲又好，首先要解決了個題材先，即是我們要令到個題材內地又啱，